第一次以短头发形象跟大家做节目。是的，这是第一次。什么感想呀？应该是没有人会认得出是我，然后也会说滚啦，滚！我是长颈鹿。可是呢，就是反而是他提醒我要吃，因为我很多时候会忘记吃。出发前没吃东西，我说先吃东西。他沉浸在音乐里是吧？他要沉浸在这个准备的状态。其实我身边很多都是那种一工作了就会什么都忘记嘞，而且吃东西都忘记啊，所以每期工作就会瘦下来。原来这是瘦身节目。这是老的了，演唱会，还有很多演唱会，然后呢，我们去Michael Jackson 韩国的，对对对，刚好我也有在，正好你们来了，介绍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见过，是啊，见过。好吧，不然我有打你了，要不然我摆咯。How are you？ 好，我这个。第一的，好跟你。哦，行，那他那套拍那个吧，好像。可以换了。